不是这么贵的巧克力，这是百事吗？啊，这就很尴尬了。朋友们，我刚才它不动，我以为是装饰，现在它动了。先是迟疑了一下，像港汇恒隆这么高级的商场怎么会出现苍蝇，而且还是在食品专柜里面。因为我们这边是靠近边上的超市，有时候会那个苍蝇会有，确实会有一两个飞进来，我们只要有发现的情况下，这基本上那颗就会直接报废，就把那个趴到的地方给扔掉，不可能把所有的货都扔掉吧，对吧？